再见。啊，为什么我们说不杀的时候拼命在杀，然后说要杀的时候我们不见死呢？好吧，大哥，我为了任务完成故意演了一波，继续杀，说的跟真的一样。不管了，不管了，不杀他，他还要杀我。张小猫偷偷摸摸的摸了三个人头了。什么叫偷偷摸摸？我有三个助攻，为什么我三个助攻？对啊。哦，你看刚才最后一下，如果不扑的话，你是不是没想到？对不对？没想到，小豹第一次玩内鬼就是。我的蓝 buff 呢？内鬼没了，送了。他们抢了。大哥叫我送的。对面给了是吗？嗯。什么？大哥叫你送的？嗯。哦，体力很美好。我们去入侵对面蓝吧。我要传送，我要传送。他们蓝还有多久？快了吧？应该快了吧。他们人呢 ？Oh my god！ 啊，大哥温馨提示：小龙五十秒。OK, okay.。为什么我反红会被杀了？没事。你为什么一个辅助要反红？对啊，因为我可以反啊。你是不是要反几个红？哇！蓝在发条身上。哦，那个是那个吧？那个是我移回来了，我靠，可以的。我们的蓝为什么会在发条身上？因为我死了。哎，这边有了，你看一下。哎，你要杀他吗？并不能杀，并不能。An enemy has been slain。我的 W 技能给晚了，哦、给打还有闪现，他用闪了。算了，没事，下路进去让给大哥，我去打波野。没事，上路已经无敌了，逆天浩凯。哎，对面是大童子打野吗？上单，为什么大童子也去了对面蓝啊？因为他没有活路啊。你要不要过来？不过去。这是我传送，我来，我传过来了，我传过来了。来来来，可以。嗯，哎，这边，先救我兄弟。打死了。啊。你能飞吗？你飞不了，你要死。哦。嘣！你刚才往后面走呀？为什么往下面走？好像我也走远啊。不，还好你有大招吗？没有。没有大招。哎，没点死。比较难，没点死，我没闪。找到我直接飙一飙了。这次感觉可以风筝死。我们演的好像。都是你这笨蛋爬到他们野区去。小龙过来，小龙刷了，快！来，我们两个去打，再等一会就好了。来，挖掘机过来打龙。好的。哦，不行，我扛不住啊。我来扛，大哥用自己的身体去扛。别喷到我！你要回家吧？你回家就你扛吧。他可以直接拿，他可以直接拿。好，第二条龙。OK, 还有三条龙。OK, 30分钟，差不多。我的500块被谁拿了？你的500块怎么了？静静做自己的蛋种。我在想我出啥了？我在看是被谁终结。闪现。闪现。什么？啊，被终结了。你啊？嗯，对啊，我刚刚。我先去逛一圈。不钱啊！我先去逛一圈，给对面一点发育的机会。可是我拿他并没有什么办法。你找个机会倒补一套吧。我闪现什么都有。
人气伙伴啊，我以为你去吸血去了。噔噔噔噔。肯定已经跑了。不谢不谢不谢，来一个一局。很安静。哎呀，这个。你看，高确实要等，我每天书包都背着剁猪草的刀走的，确实要等。你还是回吧，不用等了。空荡荡的街景，想找个人放感情，做这种决定是寂寞与。这过生日为什么没有出去嗨呀？谁九月三十啊？我中月饼，大月饼。明明是三个人的电影，我却始终不能有心意。敏弟啊，你跟着你敏姐以后会越来越聪明的，知道的会越来越多的。在漂浮才美丽，我终于相信浮生这里悠悠是不可能动听，给你的爱一直很安静，来交换你偶尔给的关心。明明是这三个人的电影，我却始终不能有心里。是就下定决心，以为自己要的是